拍摄的辛苦了。村长仔，嘿嘿，这样就开过去。开始采集，是这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讲。对，然后呢？哎，还在追。好几杯，昨天。这样可以了。那你第一次吃到这个的时候感觉呢？怎么把禽肉变这样？我就生气。怎么你这样子？那没有镜头感。Hello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去水上草原。这一片都是。这一片吗？这一片都是。这里含铁量很高。是铁质的铁吗？铁质，对对。所以这边有温泉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哎，打叉。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哥的是，那个是搞 JV 吧？吼，对，搞 JV。哦，不然我刚刚真的有点误会。哎，呜呼，船长姐，可以养吗？可以养吗？哎，刚大哥说这是水上草原了，大家不要看这样都是只有草哦，吼。你可能会陷下去。陷下去。你有没有看到大哥陷下去了？有水深呢，有水深。刚刚玩到这样呢，牡丹山公主。干嘛干嘛？这么兴奋吗？我来体验一下那个草原晃动的感觉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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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画面了吗？够了吗？画面够了哈。哎，收工。有吗？山公所都起来玩，他们等一下帮我们开车，我们就开车的是不是这一位而已？算了啦，我们的命都在他们身上啊！我怎么没有领钱呢？哎，他这里看，他就是会这样陷下去。只有他受祝福，我没有受祝福。嗯，你要穿袜子啊？滚上狗了！天哪，那个水，你看那个水啊！有没有办法跟他们好洗澡的地方？现在有没有很辣、啊？金叉就是他。你真的很像刚刚从田里回来很辛苦的赢啊！自己也是希望吗？我妈妈辛苦了，今天吃什么？加菜。红板美食第六七八站 ，Ziki。为什么是六七八站呢？因为这个参赛单位连续拿奖，也是。好，我们先从我们的面前这个好了，这个叫做金光灿灿花酥饼。好，这个是哪一位的朋友的？我来自东园啊，我叫景外。我来自东园，我叫小鸟。是发抖的小鸟，他的嘴唇是这样的。他刚跟我说他已经喝了两杯，还是很紧张。金光灿灿花酥饼是是以太阳饼为发想，比较诉求健康，所以我们的酥有播放那么多，用比较好的油去代替酥。它里面有两种内馅，一种就是红龙果，一种就是野姜花的，里面是抹吉。哦、我最喜欢这个。有抹吉早点讲。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在看这个饼，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吃到。而且像那个红龙果也是我们在地的特产之一。通常红龙果只要加热它颜色会变，但是我们有秘密的配方。没有变哎、欸，没有变色。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变哎、欸，这是厉害的地方。而且它也不会太甜。对，太好吃哎！大家看这里面是抹吉耶，而且它上面的那个就是酥脆酥脆，哎、欸，对，有秘方哦，绝对有。你可以讲给观众听啊。下一个就是，它是那个罗氏盐夫木盐蜜茶。好，来，瑞莎念一杯，去。罗氏福盐茶。没有人在取这么长的名。它的种子，它有盐巴，咸咸的。嗯，其实它很特殊一点是，它煮了它会有梅子的味道，有，所以有点像酸梅汤，酸梅汤的味道，然后再加那个蜂蜜去提味。
酸咸甜。对，上次我们来这边主持活动的时候，姐姐有请我们喝。对，姐姐有请我们喝，而且很解热解渴。里面还有再加一点点的椰浆花的花。椰浆花哦，吓死我！想明星花露水。一种茶类可以得奖，代表说这个茶有多厉害，真的，而且是真的用当地的特色去，没错，而且它又真的很符合铜板美食，带着这样子带着走，难怪你那天跑得那么快乐。哎，这个是得什么奖？这个是优胜，这个这个得创意奖宁夏经济第三名。哦，创意跟宁夏经济，饮料而已，饮料是茶类，它可以得到第三名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香鸡脚也是有得名，宁夏经济第一名。耶、重点是第一名为什么还会发？里面的食材是用宁夏经济培养的土鸡。好听，来讲一次，第二天了哦。什么土鸡？1982，红羽中心红羽鸡。对，我一定会放在他的脸，他刚好口焦，你像考上台大。里面放了那个鸡肉之外还有什么？野姜花。哦。野姜花入菜，用这个野姜花来替代葱。而且我第一次吃到鸡肉的水饺，而且里面你刚说没有葱哎，只有野姜花，还有一个呛就是辣辣的味道。那是野姜花，野姜花属于姜科类的。姜科类，对，很好吃哎。刚刚他们端上来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没有酱油，完全不用，就这样吃就很好吃了。果然铜板美食东园也是非常的厉害。新员工作坊啦，哇，真的数一数二的，真的，他们那个上应该有100多人吃到了，而且是很不好意思跑上去，怎么是我了？好，以上呢就是新员工作坊东点，就可以吃到这些香鸡脚啊，还有这个金光灿灿花酥饼，还有这个茶呢，蜜茶。牡丹香真的不一样。今天早上不是有去采那个野姜花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呢，香工所说我们要一起来萃花，就是我们要用机器，然后把那个花的那个花露水、花水，对，然后把它萃取出来。然后顾名思义就是叫我们来做工。啊！牡丹香真的不一样，真的。那我们就一起去跟这边的妇女们来聊天好了，就一起做手工，而且听一下八卦。哎，第三名有没有在被打？是我们今天早上采的吗？是啊，我们早上采的花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挑选花朵。嗯，你别想跑。为了要维持我们这个的品质，啊，不好这个怎么办？就喂鸡。或者是当花肥，对呀，当花鸡。我就看哪里有这样的鸡。这个地方是我们牡丹海潮班的一个据点。那我们工所呢，就在用这个空间呢来做一些浆花的萃取设备，那方便我们牡丹跟东园这个野浆花的基地来做这个萃取的工作。我觉得这样也是，就是帮我们的村民们制造一个就业机会。但是我们这里也通常也是讲八卦的地方，哎，因为就是那一群组，哎，所以看上三个人被打，这里通常都是老公在被打，你真的有在为这个整个乡或是整个野姜花农去做长远的打算跟着想，对，而不是说短期的，我只是辅助，是帮你一起把想说怎么把野姜花这件事情做大做远。我觉得这是商品一定要抓住它，它的延续性在哪里？它就有牡丹的故事在里面。对啊，哎，哥，他刚就这样挑一挑，然后就这样。他一定想说，其实女生做的事情，我自己干事，谁叫你啊？单，哎，所以这个器具也是公所这边准备的。是，你说它这个要几度？105度啊。是 Super Idol 吗 ？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8月15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然后它大概就是会维持在105度，让我们真正热爱105度的你，比你青春的野姜花水。这里就叫105度。可以，你说这样，你说这边叫什么？105度。热爱105度的你，比你青春的野姜花水。这样我们是在帮我们打歌。怎么了吗？先拿钱过来。香吗？香吗？很香哎！我很喜欢它的味道，很像那个清新的花香，就是女生很适合这种。好，
好。男生也很适合。我告诉你们，我8月20号生日。我们有请野姜花公主 part time 的正职的兼病假。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，这是由我们公主这边推出的野姜花的系列商品。民宿洗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洗发剂。对，很香。还有沐浴乳，就那个乳液擦起来是非常的保湿。香水，哎，香水我来试。你要试？因为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香水人，而且它的香水是用喝的，它是这样子哦。帮我碰我的背后。我觉得一个人的味道是一个人的基本礼貌，味道是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个疑问，因为你已经是到哪里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你去过了。对，我就是爱香水爱到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我对香水是要求非常高的。但是它真的很香，巨专业。来，我再喷一次，我学一次。不要撒娇，我闻到后味了。哎。哎，野姜花的香水，真的很香哎，很香哎，太香了。我觉得它好的地方是它男生也会喜欢。对，我刚刚就闻到它味道，是它很清新，而且是那种，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费洛蒙。哇！假设如果今天要怎么样的时候 ，pass， 没有人会带回去。哎，加上它这样一份是它。一份是这样卖两罐哦，一组一个可以放包包，一个放家里。哦，可以呢，巨贴心。那个红色的那一罐是纯露，纯露它可以喝。那我们如果就是参考过去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姜科它都有消炎，镇定，然后还有一个对女孩子的那个子宫就可以兑水来。所以芳疗在做，不只是身体上面的那个舒压的部分，它也会配合食饮用。我觉得还可以拿来做什么，知道吗？调酒，野姜花香的调酒啊，还可以呢，泡啤酒，因为我们也想要出野姜花啤酒，可以。推这个纯露，主要就是要让一些使用者他把它当做化妆水啊。大家也有看到我们刚刚制作的过程，这是我们自己亲手挑，然后自己做蒸馏，完全没有添加化学的东西在里面。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这个野姜花的产品。谢谢牡丹香，牡丹香真的不一样。哎，还好不是105度了嘞。哎，纯露好了吗？那，哎，它那个姜的味道很浓，它好像那个姜茶，对，姜茶的感觉，但是又有点花香味。噔噔噔，有姜的香味的水，对，而且这个如果加热喝的话，应该就有那种姜的那种感觉吧。所以就是又可以变美，又可以保养。哎，三，哎，现在有身体有暖暖的。真的很聪明呢，牡丹香真的是不一样，牡丹香真的不一样，牡丹香真的不一样。好，这一站呢，我们来到了士林部落，这边是不是有阴影？这还带我们去哎？干嘛？哎，好棒啊！大家好，我是。今天的导演我叫红玉，哦，我叫咖比。但我们部落的咖比是那个猪血肠。啊，我刚想说你叫咖比，我说血肠吗？哎，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看哪里？是你血肠，哎，是你大血肠，哎，真好吃，哎，打疫苗了没有？打了。但是我想要打第二剂。哎。叫士林村，阿拉比部落叫做士林格部落。我们这边的入口印象就是那个竹林的眼睛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三个海峡，啊，太平洋、八海峡，就是那个台湾海峡。对 对, 對，所以我们的竹林这边海峡。啊，所以待会你们去山上就会知道。它上面有血肠吗？为什么有这个？但我妈知道，我就在问你。先带我们去走走看看吧。对 ，OK， 好，我们到学校去。那我们看的是那个真的太阳。正中午是谁拍的？哎，公主不是我。哦，哎，金马。哎，黑咖比。近几年我刚翻，刚游戏完。哈这里才有办法好好讲话。哎，其实这边真的蛮美的，你看。小姐。小姐，你来干嘛？你看他们两个，你看，
喂，没有在想说给你们一些机会啊。特别的漂亮哎，而且他们的那个涂鸦是有一致性的，在地艺术家画，他没有学任何那个油光绘画的东西，有这个天赋在做这些，所以牡丹像看得到的那些壁画几乎都是他。哦，那这个很特别，很多吗？对，这个就是大了。对啊，我的疫苗在这里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拍那个耳洞吗？我就想要跟大家讲说，就是因为区域性的不同，所以我们台湾组的那个自己装饰自己身上的方式是不一样，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大这个扩耳的方式，大大的那个耳环贝类这样放进去的方式去判别说，哎，这边是哪一个区域的台湾组，然后他给我在那边打疫苗，因为我了解的不够多啊。我们要去哪边？那个啊，上面那个山顶那边而已。有烟的地方吗？对，有烟的，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啦，我没有走的。没关系，我后半段的钱我可以不用领着。我在这里等你们。我可以跟小公主说打，你们有，就是应该有很多人上去过，然后拍照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。啊，照片再给我们就好了。再给我们，我们用后置的。我的人类就是要休息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休息比赛第一名的话，一定就是他了，我觉得非他莫属。对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陈瑞莎，恭喜你获得休息奖励。铜白美食 skin 已经最后一站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吃的是我们的第二名的作品，优格烤鸡。大家好，我来自 Lucky 士林。那这个优格烤鸡呢，我喜欢我们原住民的刺葱，把这个概念哈、哦、加到我们那个中东有一个优格，对，猪里烤鸡用优格下去腌六个小时，然后再加上我独特配方，成都肉才吃得到。然后它的味道是呛呛辣辣，然后又很有刺葱的味道，哎，很贴心哎。那你可以好好，然后等一下，好烫哦。来，我们先看瑞莎，瑞莎来优雅的示范，来示范一下。哇，这样吃很好吃哎，很好吃。我不知道，不讲话了，真的很好吃。不讲话了，好吃，硬度啊那些，太嫩了吧？哎，一咬就化掉，真的是入口即化哎。腌不够时间的时候，它会腌料跟那个肉是分开的，对，它跟它的食材一起。他刚刚有讲了，他就是六个小时这样翻来覆去。对，六个小时又翻倒，又六个小时，加起来是几个小时？12个小时。虽然说我们有时候会一直推广我们的风味餐这个东西，但其实很多部落、很多原乡都在做风味餐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杀出自己的一条路来？这真的好吃，等一下。马叉五，你看他的鸡腿没有了，太好吃了，谢谢，谢谢沙鲁，有没有感动？有。阿都，你看他马上吃，不是要结束了吗？真的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。欢迎大家来到摄影歌山游乐区哈，哦，这就是入口处，我们待会走那个最好看。我有个建议哦，我们攻略就是这个路线就可以了。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旭海有一个旭海大草原，可是我觉得他们看的风景一定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是蛮期待上去的。但是这一段在走的路程中，先不要跟我说话。这个叫做那个台风草，它的那个叶上会有折痕。这个折痕意思代表就是当年度的台风会来进来，现在目前是一个有进来这边的。你说这个？这个。很明显，这不是你刚才折的吗？半夜跑过来呢。对，这属于草山的部分。哦，真的耶！真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哎。近一点。哎，我们今天可不能说。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啊，我已经看到可以休息的地方了，在那边。这边有山猪，在山猪的脚印。这边有山。这是山猪的脚印吗？挖的，这么大，山猪挖的，看山猪了。所以会怎么挖？会怎么挖？我们是母山猪，是在家里的。刚那个嘎比说尽量走中间，因为旁边会有蛇。然后我就说这边是什么蛇？眼镜蛇。哇，好美哦！那我们刚在哪里？那里啊，下面那个啊，操场那里，下面那个。这个小路是可以走的，我觉得好可爱哎。是我可爱吗？这条路，借过一下。现在在闭眼睛往前走，
感觉很没有安全。快到快到了，快到快到快到。好，怎么像慢慢睁开眼睛看这边，这就是我们部落在看这边。好美啊！就是那幅画。对，这可能是我30岁第一次攻顶。对，592。你什么念出来？很漂亮，我给你们看。恒春，对，恒春车城，这座山后面就是石门，后面就是太平洋，那边是满洲乡，然后一直过来，这座山的后面就是往垦丁的方向，然后那边呢就是恒春，这边是车城，那边就是四重溪，然后这座山后面就是石门，那边就是我的家，徐海的方向。好，这样，没有，我以为你要介绍我啊。哦，这边就是。那跟大家在山顶讲一个故事好了，故事叫做巨鸟传说，很长吗？巨鸟哦，一定好听。哎、没有这个是很长吗？哎，大概跟台巴士吧。我听说故事的长度，巨鸟很大，它的大到可以直接把一个人直接抓下来，所以如果小孩子一乱跑，晚上乱跑的话，就会被那个巨鸟抓到。对，那个巨鸟就叫做马达嘎达搞，部落的头目的孩子，很顽皮，就晚上不听话。就到处乱跑，不小心被那个鸟抓走。部落族人就在想说要怎么去救他，所以就想到一个方法，原来那个巨鸟有向光性，所以部落族人就想到一个方法，就在山顶附近就起火，然后那个他就往那个方向飞嘛，然后部落族人就拿弓箭跟弓把它射下来，然后那个鸟掉下来的时候，它的位置刚好是在后面母湖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孩子掉落的地方刚好在。所以他们说山上会有这两座湖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到现在。然后你们现在做的这个看的方向的方式是动物看的方式，猎人在打猎的时候看跟猎物长一样的高度，你才知道他往哪里。哦，还是在暗示我们是猎物？哎，没有，先讲你要讲一个，就讲我跟你讲，像白痴啊，笑。不可能吧？这是一条威武吗？开心吗？到车子这里了，最开心的一件事。哦，你下次再带我走的时候，你就带他。完蛋，怎么走都好，因为跑的我都可以。你就下次就拿这个嘛吼，然后就掉那个麦香糖在他前面。来，牡丹香真的不一样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？那铜板美食，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出发点很好。看牡丹乡的那个美景，然后配合他们的那个铜板美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idea 是很棒。那你讲一个你最印象深刻的铜板美食？香鸡脚，肉香鸡脚真的很好吃，果然是真的。因为我第一次吃到鸡肉露，就是当馅料。最美的景点呢？士林格山、那个真的很美，好适合拍婚纱照。那你要先找男朋友，对，你要先找男朋友啊。那我先拍我的 MV。哎，在绕很多山路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很像下一秒就要回到以前旧部落的感觉，所以会有一种很想回家看一看这样的心情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个赤松优格烤鸡。
对，那个真的太好吃了。我最喜欢去是那个十八里饭店啊，就像走进去的时候也是觉得啊，那边的空间啊都很舒服，然后路边都是开满了非常多的那个野姜花。其实我第一次回来牡丹乡就是拍摄就是那个部落景点，这次来了之后才发现说其实好几个部落他们都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，而且我觉得牡丹乡很特别的是它不像像其他的原乡，它可能是族群比较统一，它是一个族群大熔炉，对，所以它的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，所以我觉得来这一趟真的蛮值得，就是也是让我重新认识牡丹乡之美。牡丹乡真的不一样，大家不要说我们来恒春半岛只有去垦丁玩，对，其实我们往我们的原乡部落里面绕进来走一走，对，你从那个台26线这样上旭海，然后这样进去玩之后，走一遭你不会后悔，真的。重点是这些景点都要先预约相关的书。是的，如果你对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这几天拍摄下来的影片啊，所有的景点啊，或者美食，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，请洽牡丹乡乡公所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来牡丹，我们用心跟你交朋友，所以是牡丹新旅行，欢迎大家来玩，来我家玩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牡丹乡真的不一样。拜拜拜拜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阿拉斯，我是雪雪，我是瑞莎。然后你也可以留言，就是说你觉得你哪一个东西很好吃，你想去吃，或是哪个风景很漂亮的，欢迎来牡丹乡玩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谢谢哥哥，然后呢？哥哥我爱你。可以爱，但是不能爱。